那剪刀石头布吗？还是剪刀石头布啊？剪刀石头布，看你，我还没猜我就知道是我。因为你会想说女士优先之类的？不会啊，都是激情的，怎么会有女士优先？有些人比较喜欢激情，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大家好，我是 Campbell。这一次呢，我要开箱的东西是我上一次有开箱一个那个女力的牌卡。那这一次就是要开箱脸红红深度床游牌卡，就是这一组。那它上面呢，就是我有讲过说它的包装盒就是非常的精美，那我外盒就是真的舍不得丢。那它下面的话就是有写一两排字，啊，就是当一个人真的知道怎么创造自己的愉悦时，他也知道该怎么跟其他人一起游戏。那打开就是会有这两副，那黄色的话就是属于自己用，就是自己自助亲密的时候使用。那今天最主要呢是要开红色这一组的话是那个脸红红深度床，那剪刀石头布吗？还是剪刀石头布啊？剪刀石头布。我还没猜我就知道是我。有趣，我很早就已经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已经看到很多很多的类似相关，就是平常你不太会去接触到的，就是可能类似润滑液之类的那种。然后反而这次主要重点不是在那边，就是这一次他的牌卡非常的有趣哦，重点是他还是做防水的，所以我不知道他重点是用在于在哪里啦。洗澡的时候可以玩。洗澡的时候可以玩，洗澡的时候可以玩。可是它的那个防水材质是还不错的。另外呢，它的玩法很有趣。它的说明书里面呢，就是有分总共有七种情境。那它是推荐的第一个情境就是开心的大玩，就是性不是那么的严肃的事情，只是单纯享受两个人一起玩的时间。所以他会推荐你用一二三四五六这六张牌卡去抽。那它总共加起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好像蛮到，好像到40张啊，总共40张牌卡。会买这一组牌卡的原因是，我觉得不管是任何夫妻还是情侣在一起久了，就像我们现在结婚的有一个小孩子，现在4岁，所以会有一种，好像感觉在明明结婚没有很久，但是在一起很久了，就已经感觉像是老夫老妻，会觉得说啊，突然之间没有情趣了之类的，没有激情吧，就是没有那种初恋的那种，可能跟年纪也有关系。我们两个是相差6岁，可能当、哦、所以你就说我老了，对不对？没有，每个人都有年轻过啊。现在我也正在老，我也在迈入你的脚步中。对，我觉得是每个人都会想要找回像你刚刚讲的初恋般的那种，对，那种激情。有没有到激情，就是那种当初那种新鲜甜蜜，它有点刺激嘛？没有，对男生来讲只有激情，激情，速度与激情。所以它里面的玩法，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它会慢慢的循序渐进，来念10遍。是啊，循。循序渐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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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教你玩。因为它第一关卡就是很简单的开心玩这样，那到第7关的话就是那种做完就哒哒这样啊，这两个字可以讲吗？不行啊，会不会黄标吧？会吗？会。做完喜欢的事情之后呢，准备要更深入了吗？在这些前戏可以一路通往火热的夜晚。他这个应该是就是后戏了吧？这个应该算是后戏。一路通往火热的夜晚，对啊，会让你可能比较超越你刚刚讲的那个刺激的程度，激情啊，激情的程度。就激情，男生就有激情。那我们先玩，就是第一个，就是开心的玩。好了，你给你男生一个权利，你想要先选哪一种？先选哪一个、喔？反正第7个你也没有办法那个、啊。这个什么频道没有这个频道就会拜拜了。只用推荐牌好，那我们玩第一个好了，就是开心大玩，性不只是那么严肃的事情，只是单纯。那剪刀石头布吗？还是剪刀石头布啊？剪刀石头布，看你，我还没猜我就知道是我。因为你会想说女士优先之类的？不会啊，都是激情的，怎么会有女士优先？有些人比较喜欢激情，好不好？字的图片，还有它是白色的字，就是视觉比较冲突性的这种，非常有趣的，就是简单利落。所以是要自己看吗？对啊。那你先念出来你自己抽的。我是抽到01的牌，他说把家里的枕头都找出来，一起打一个好玩的枕头仗。刚好有2颗星的枕头可以拿来打仗。真的吗？那你等一下死定了。好，那我是抽到4号牌，是在我的天哪、啊，在
在 YouTube 上学一支两人可以跳的舞，不妨试试看摇摆舞 Salsa Tango 等，让身体的舞动邀请两个人更加贴近与亲密。哦，这个你觉得不行，你不会跳，因为我是肢体非常有障碍的人。对，这个你觉得不行。我跳那个 Switch 的 Just Dance 都有点卡卡的，所以觉得不行。我觉得我等一下我应该会完蛋。对，所以就是大家就是搭一个枕头帐，然后就算是一种增加，就是在做之前的一个，也可以小游戏啦。算是小游戏，我觉得也可以当作是发泄两个人的情绪吗？就是我对你的不满，赶快趁机拿枕头这样子打。所以可能他可能被我击中两次之后就倒了，然后今天晚上就结束了。所以我们要先跳完舞之后再来打枕头战这样子，就类似这样子啊。我是觉得他就是让人家会抽到一张牌，会让你啊这个东西会让你卡卡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就是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其实我觉得会买这种东西。也不是这个东西不好，就是会买这种牌卡的，一定是在双方的互动上面可能没有达到一个比较那叫什么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种境界，所以才会需要买这种牌卡，然后增加两个人的互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情趣并不是就是在于床上，而是就是我常常跟你讲，在生活上也可以有很多的小情趣。情趣是有分很多种，所以像这种就是也是一种，像我今天就是拿了什么东西打你的脸一下。因为像他的第六号牌的话，他就是说买一支冰淇淋，把部分的冰淇淋抹在对方身上，像是嘴唇啊、手指、脖子上，缓缓地舔食干净，舔完留下一个吻。这个就是真的要去买冰淇淋或是冰块什么之类，反正就是要有东西，或是优格应该也可以吧。反正就是有这种有东西可以隔在。就这样子讲，好像这个东西有点色色，有点颜色这样子。对，色色。那本来这个就是在情绪上面啦，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也是看了有一对夫妻，他们就是应该是业配吧，因为我没有业配，这个是我花钱买的哦，我还有收据哦。后来就是他们夫妻有分享开箱影片，这个我觉得他们分享出来的感觉也没有就是让人感觉色色的，就是特别有什么颜色这样子。而且像第三张牌，我觉得就是蛮有趣，会让你觉得说这是。这些他们牌卡上面所说的是我们平常一般不太会去想到的，去双方一起去做的事情。然后可能周日的下午一起来画画，买好颜料，在家铺上大张的画纸啊，不要穿太多的衣服啊，在彼此身上也可以当作是画布。那它其实还有就是一些比较远距离也可以亲密。就算是因为这距离的关系，暂时还不能在对方身边，也可以用牌卡提升亲密度。那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玩过，但是我光看他的说明书，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如果是远距离关系的情侣的话，他有另外一个是日常浪漫，就是让平凡的日常也有点前戏的装点。好，那我今天呢，我先讲一下我的心得好了，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玩这个，所以我们有些东西没有办法直接在就是荧幕面前玩给大家看，因为比较不太妥啦齁，这个就是这个太深入了。对，所以就是你们私底下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这一副牌卡来玩玩看这样子。那你这个比较细节的地方是你们自己去体验这样。因为我自己的心得是觉得说像有一些东西，它的牌卡是真的非常的有趣，它让我们生活中多增添了很多不一样的颜色，是有趣的。但是有一些会真的会让我自己看到我会会心一笑，会想会让我有点脸红这样。像刚刚我就是有跟我老公讨论一下说，就是他有一张牌，他就说在平常不会特别注意的时候，特别牵起对方的手。偶尔也可以就是在牵起手的时候给一个吻，就是这样子啊，可能拿起来手啊这样子。如果是我老公他这样对我，会突然之间觉得这不是他会做的事情，因为他平常都没有这样做。那可是我换成是我抽到这张牌的话， 我突然这样对他做，你应该也会觉得不会。我就说来吧。你确定吗？我就说哦来吧。你也想说我老婆是哪里神经不对，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还是突然有什么可怕的要求之类的。对，通常都这样，我不太会有好事。那你觉得对这副床游牌卡你有什么想法？什么想法？我其实觉得它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是需要一段时间，然后双方一起参与这种小游戏，然后才会知道说这个方式对你们两个到底行不行得通啊。
那你觉得行得通吗？可是其实我就觉得双方本来就是要去尝试嘛，就是去，如果你们两个人觉得现在的生活方式一成不变这样，对，就觉得很无聊，一个在客厅，一个在房间，然后下班回来，然后一天说不到十句话，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有想要增加夫妻的感情的话，那其实我是觉得这不妨是一个好的办法。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建议是用套组的方式购买啦。那他这个，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单卖，就是混打前戏，就是男女生一起的。那因为我是一次买就是这样一个套组，它黄色的话是自己用的，对啊，那红色是就是它有很明显的分别出来，它黄色、白色这个烟就是只有一个人，所以它就是一个人使用，就是个人啊，对，女生去了解自己的内在。那红色这个红黑色就很明显就是有两个人，那两个人的话就是当然也没有限定说是男生跟女生啊，对。就是如果是相同性别的，对啊，我觉得也是可以一起玩，对，所以这个没有特别分说男生或女生，这是一个图样。他如果你们喜欢这一次的分享的话，请你帮我把这支影片帮我点赞，帮我分享出去啊！不要忘记哦，要记得帮我订阅啊，开启小铃铛，这样才可以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下次见哦，拜拜。拜拜。我们好像感觉坐很远。很陌生这样子，坐过来一点，是你要过来一点吧，你那么太边边了吧。那好，我本来想说可以喝个水之类的，那你就拿起来喝就好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我是 Campbell。不是这样开场，不是这样开场。